俺的呢，去了那边，台湾青浦鱼、以前青浦鱼，你那样或者哪里当地讲了，控制给上在空气看的哪样当地呢？哪里带的呢？被国人看看的呢？吃几多？而且你看的呢，江浙的呢，看看的呢，基本蛮一般的呢，你出游了，其实我说给去了吧，给上个当了，去了时候的，我说米粒当季的呢，基础当泥。你内空内空的那当松，比如说啦，你偏巴当的那偏远，云顶才有的一个那些松的当选。哦，对，去了就把那把拿出来的，写字儿很多，不努力。去了，西东的叫什么？去西东北都当了，这就新疆了嘞。去了就把三把张包打打得了嘞。你那的去了的，哈普松城呢？去年你就证明了，做啥子来干来的那样，对了的。六个金巴的，那个也过去吧，七成的，要是没把的，种植的，再来说吧，金巴七成九巴，那种不行，猪八没家就水巴的，大大的爬了怎么爬了都是把种唱过的，金巴七成九巴，因为那个土里地方了，上上坡、落土起坡、菜林坡、高上坡、东地方来说吧，你这才能成的嘞，第一。딱지도지랑나랑철딱지도일파딱지도라말이야이건내려고그저주는데저거내려고지거나대중된토나소소된뉴센지야말이야뉴센지로소주센지로적응을해탑지양보다고탑지때문에다유무부중으로했으면저거중으로대유무부중으로뭐지센지이제상지에센지도말이야쳐다만하기쳐서찌는찌는찌는로를찌는찌고유무부중으로유무소소는덕대车上看过，哪个牛马都跟我们一种羊头羊头打的，始终过上我插座的，中江江头直接开门里把插座，这俺姐去过，这俺姐姐的人用的些，当然没个插座的，着平时用的着的中马达，哪个用的马达说，啥的中的七八十的上去的，着的中大呢，哪个用的大，他们也接我，我着的不想接个没多少，这你妈就是看看着的，这看看着的都没钱不要的。桌子用地道，用地道的在桌子这样接着，这样桌子靠着桌，用地道的这样桌子，地道的嘞，桌子用地道，哪个中大过，哪个中高的，哪个中的牛往桶，地道大，大了地道，是不是得差不多嘞？就如同您所说的，宗教的本怀，他们的目的都是良善的，只是。在传播、在弘扬的过程当中，人的因素介入的时候，往往在不当的处置之下，可能宗教会变成一个挑拨人际关系的议题。那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如何自我检讨上面来。也就是说，今天要做一个好的人，他不必然是要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比方说，你今天只是在工厂里面上班好了。你做好自己的本分，其实就可以完全具备所谓大乘佛教的六度波罗蜜多的修行。所谓六度波罗蜜多，包括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例如，你今天好好的去做你的工作，也是一种身体方面的布施，而且呢，它也是一种自我约束，它就是一种持戒。然后你做事情并没有假惺惺，这也是一种精进心。然后你能够。那有耐心的这样的做，这个就是安忍。所以即便你今天只是上班，它也可以符合大乘佛教所讲的六度波罗蜜多的形式，但你不必然需要是宗教徒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的去做，即便不谈宗教的角度，也可以给今生带来很多的好处。从来世的角度来说，当然也是，比方说按照佛教观点的话，人们的外貌啊，人们的人际关系啊，或者人们的这些幸福跟快乐，其实都取决于自己内心是否良善，过去是否造了这些善因。如果像刚刚所讲，你造了这些利他的行为，将来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容貌啊，然后比较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会有的。所以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去检讨？你要怎么样去归纳这些问题？实际上要从自身做起。要如果你真的要去分析，你要去检讨什么的过失的话，要检讨他人的过失、他人的缺点的话，还不如来检讨自己
你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不要去找别人的毛病，要分析的话就多分析自己的过失，他人的过失呢一概你就不要去管他。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看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你心里面总是会充满着害，就是有害性的想法。你若反过来想，为什么会有这些过失呢？其实都源自于烦恼。如同刚刚所说的，我们外在的这些情况只是因为次要条件造成了我们烦恼的本内心里面都有的那个烦恼种子成熟。所以我们会犯错，人们会有缺点，都是因为他自己心里面有烦恼。但是这个烦恼是不是指他人所独有的，我就没有烦恼了？不是啊，我自己也是有烦恼的。所以不要只看别人的过失，因为只看别人的过失反倒会让你的优点越来越少。就像是佛陀告诉我们，越是去挑别人毛病的人，他会越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也就是他傲慢心会与日俱增。一个人越是傲慢，他就会越摧毁自己的智慧，能够去品尝或者是去懂得感激他人的好，去体会他人的好的那个智慧，会因为我的傲慢心而荡然无存的。所以应该要去多看自己的多看自己的过失，不要总是去想着自己的优点，想着别人的缺点。佛陀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比方说在人际关系当中，因为我们想的都是别人的错，问题都是别人的错，然后呢功劳都是我做的，你这样子想就会导致跟别人的关系的崩解。所以看人际之间相处也是如此的，多去看别人的优点，不要去检讨别人的过失，要检讨自己的过失，不要常常去强调自己的功劳。这样子的话，确定自己心里面也是烦恼，有烦恼这件事实，然后从自身的烦恼去下手，不要老往外看，这个样子才能够从宗教的实践当中给自身跟大环境都带来影响。那这个议题可以吗？我们有没有要续谈的？好，请说。我来请教一下上师，因为刚才这个议题，他说的，那就共党委员您，我要请教一下上师啊。刚才这个议题里面主要的议题内容就是想说，刚才上次有提过一个重点，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它为什么会有纷争，会有战乱？那如果在国与国之间，每一个国家里面可能都有比较强的所谓的宗教信仰跟比较弱的宗教信仰，那如果这个国与国之间都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会来影响所谓的人类整个一个秩序？第二个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它本身的宗教信仰如果很强烈的话，它不会影响这个社会的一个秩序，就不会所谓有打杀啦，或是其他的犯罪的行为出现。那如果一个企业它本身对宗教信仰非常强烈的话，它这个企业里面在遵循的方式是不是会比较超然？就刚才如同上次刚才讲的，利他跟利己，这个是很难做得到的，是要先利他后利己。在这个国与国之间、社会之间、企业之间，事实上它是很难去割舍。如果你没有先利他，你怎么后利己？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理论值，可是事实上都是先利己再给利他就行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议题是不是可以深入再讨论一次？空姐三八当空姐三八当今天자가편전기추바추바망보열로추바망치와되니가서는출루기고원에되니추바샤다리내내상도빼나되니자가가지기마소되니빼예마도되니출루찍마도신반의출루보수가말해세상에남부된기민망참말라되니시대되니빼내기로지때그래출루라사모당하되니민망하되니내와기하기啊，等你加了，等你查的多少？第几节？第二把了，等你人不接送嘛？那些的，当不的呢？是让芯片了上了修钱不当，人家让让你开上当的让让配没剩的呢？接了上不当的亚萨的送送啊！因为甲卡当甲卡偏村给接下谁啊的当？因为雷康当雷康偏村给接下谁啊的当？比别家的靠了些呢？然后说给开上上了嘛当那的你行。
제가신박이계산서커버할상황은님마스바레상황이었어요말에다가엄마한슬롭게따져봤다는잡을때슬롭게해봤다는거래공리잡았더니슬롭게핀인거래슬롭게도막가려다는코스소소슬롭게성격제거상거래코스주소소스주소성격제거상이슬롭게독자래어나와그예시독자래예시같이독자래대그랑성격제거상거래대그랑나서와버리这个独行街，独行街的人家看不那个样的，人家搞了，那忙活出了个高门，高也高门，出了不高价格的，出了五年没有事了，然后出了个送交结果呢，出了就当然让开了，这就开了，这呀，这呀是，原来出了平常是出了过来的，没忙平常开过的，就上街呢，那五年出了个啥啥子的，你把要的，这证明的，如果要的，他这也是咱们这个出了个。上次也是早吃的药嘞，这大这种始终是被冻到了，这哪管哪管了出发价格嘞，他没个钱嘞，这吃了个中买嘞的，这到这这呢这里我说个，吃了中买，他没吃了个那个送交结果呢，吃了平时这个苦巴水，哦，这个送交结，哦，这边呢吃了个几把的原地过来的，哦，这吃了个上次的敌人把上次的慢慢的变了，你吃了个价格送交结果投药嘞，慢慢的迅速交结果现在就。这农村的人，对，没是农村的人。今年这样你讲了，今年，党部今年新编的上了党员工作，交到党委的给公司员的，给公司员的，被马斯，马斯把人上去了。对，但你来讲平村个计划建设，他，我们这边呢，说说个开张就交给有的，你让大几年不上我当官的。让出去给他做我就是跑了跑得哭个嘛哭这个嘛这个干啥用过来哦那个人那几年不在马上跟他在这儿这个工作的得刚刚那个都得咋得忙了吧平时跑个跑的了不是吃啥过来这等上得没啥的你出去不走了大家能出发的你家过来出发家我们出发家我干不开上面那出发家我怎么说呢他接这个他上面是大队有口，这边马戏班在那出发家呢。他进来进来出发家，就慢慢的送交车的出发家去了。一那的出发家的，就开始送交车去的。race 这种生活的，说说人的生活当中的老年人嘛，这种那时候用过的，没什么啥叫什么插头嘛的，插嘛什么最多的用过用的。说起生活的当中，我压根没玩平时这个有，压根没玩平时这个，如果有最好的生活当呢，这里。中国的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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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有很多的问题冲突就跟源自于宗教但是大家也会晓得这个并不是宗教的本来的目的它的本来目的其实都是不伤害其他众生的都是有利于人们跟社会的但是人们往往是为了强调自身宗教的重要性为了保护要争取自己宗教的主导权所以我们会以破坏其他宗教或者以其他的将其他宗教贬低作为手段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太强调要守护自己的信仰所以佛教徒批评宗基督宗教基督宗教批评伊斯兰教大家就这样子不和了很多的挑拨离间很多的冲突乃至于基于那以宗教为名的国家之间的纠纷其实都是来自于此的甚至在很多的宗教为名的冲突之下很多的人就认为干脆这个国家也不需要宗教了我们都不需要宗教了宗教只是乱源而已很多人的想法是来自于此的所以重点在于人为的因素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说今天宗教信仰者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够给人民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利益怎么样才能够增进我们的慈悲比方说人们真正在信仰宗教的时候呢他所重视他所提倡的是慈悲的价值
他所提倡的是人们要循规蹈矩，要彼此能够多包容，多宣扬爱，减少自我中心的话，这样子的宗教到哪里它都不会有，都不会产生根本性的问题。可是因为我们反其道而行，我们太过于强调自我，人为因素导致了这些乱象，所以宗教的乱象来自于人为因素，而不是来自于宗教本身。这个相信大家也清楚的。所以就是如同刚刚跟大家说的，多去看别人的优点，少去看别人的缺点，多强调别人的强调自身的缺点，不要太过于强调自身的优点。比方说宗教之间相处也是一样，多去看其他宗教的好，多包容其他宗教存在的必要性。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是在谈爱的，其他宗教都有存在的价值，我们都在提供这个爱的资讯，然后我们都在增进幸福跟快乐，这样子宗教之间的相处呢才会有和谐。如此一来的话，人为的破坏因素就会减少。这是针对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先利己还是先利他这件事情，实际上就如同刚刚跟大家所报告的，我们以公司跟企业跟企业之间来说，也不必然是要先以利他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像刚刚讲到的，你可以是双赢的，也就是说利益可以是雨露均沾的，不是说自己非得抢先。在以利他为主的这个想法当中，主要是一种基于平等的心态，不要想着自己要先抢得先机，自己要先赢，我要战胜对手，这种想法是比较不可取的。而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在生意场上面的往来，我们双方都能够获益，这样子的话是最好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自我中心会让彼此产生强烈的提防心，在这样的提防心之下，我们进而就会有去害对方的想法，所以公司跟公司、国家跟国家中间就会产生冲突，就会有纠纷。很多的冲突纠纷就是来自于这样的，罔顾因果，罔顾他人。刚刚所要谈的主要是这一点道理。所以就像是国家为什么国家跟国家之间会产生冲突，为什么有些国家是以守卫自己的人民为由，然后呢对其他国家兴兵呢？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国内的这些人。那当然你不可能期待所有人都是菩萨，所以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安忍心，每个人都有慈悲心，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国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只是说当我们谈到国跟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即使不能够做到以他人优先，至少能够做到减少自利，然后能够做到那个尽量的是平等对待，不要去害其他人，减少以自己为主、自尊自大的想法，这个是我所要推广的这个利他思想。会长，还需不需要再续谈？啊，谢谢会长。好，那第六个提问啊，是追求卓越的追求卓越成就的企图心，与不争的云淡风轻的这样的心情，要如何调试与平衡？我就打过了的呢，那马上就把给打住了，上了当了的呢，可是那真心才也是要的当了的呢，我透过的呢，学着的哈江上了马当的呢，打过了送给他，云南人工作哪个哪天的那进来的时候给被那苏杭人那边的呢，可雷康人那边的，工作哪个哪样的呢，真心没那的呢，可是那然后说给雷娃了抓没把当的呢，尊重没的呢。这个要过去了，这个这马的货子弄得到我上，这老板地方的，这这个买卖的，用地上就是准备去交易的，也让用地上就是，用地上就是没别的，你下面那样扎，价格贱了，咋不灵的？这全部知道了，往起不要买的，这样嘛，来啥叫这来好了的后面，采用出了的到他们就地点交易的，这样嘛来嘛不啥差不的，这来人就老些了，当就要买的。하고는 소소 라나미 배바치 보여요. 내가 예를 들어
那个那种他不说的，我的这罗曼这一个嘛，上阵去就会有来子。那么，关于追求卓越或者是进取心呢、啊，其实这个跟宗教并不矛盾的，也就是说。在佛教里面也会说到竞争心这个问题，那么竞争也可以分为良性竞争跟恶性竞争，佛教所反对的主要是恶性竞争，良性竞争不仅是不反对，而且它其实还符合佛教的。所以良性竞争就是看到别人发展的好，我也想要，就是我也想要跟他一样发展好，但同时我也不希望他就因此就不好，我们希望能够在同时并进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得到发展，这个是属于良性的竞争心或者是进取心。这样的进取心就跟佛教其实是不相违的，怕的是那个恶性竞争，认为在进取当在发展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输赢，一定要有高下，一定要是我获胜，别人必须要落败，这样的想法就是恶性竞争，这、就是佛教所比较不喜欢谈的。那讲到良性竞争的时候，它也分为了私人的层面跟国家的层面，当然国家或者更广大的公众的层面来说，我们可能就不见得能够享有完善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外在条件。比方说有些社会呢，它确实就缺乏自由，它可能天灾，比方说地震、风灾很多，这些东西很多，但是人们还是想要能够再从私人的角度来说，虽然面对外在的环境的不利，他还是想要有进取心，这个都是无妨的。他应该要从私人的角度来看待外在环境的对自己的不友善或者外在环境的不利，反倒是我更加能够去接受苦乐都源自于自己的因果这个道理的一种有利的因素。这样子从私人角度去看待外在的发展的话，也是对自身是有帮助的。这是一点补充。副会长，这样有没有什么需要续谈的？可以吗？你需要再续谈这个议题吗？好，那我提一个议题因为想这个议题应该大家都很关心的，因为我们这把年纪了，就是如何面对病苦。Christine 的指导员跟您说，那差不多对可能三不当当的，你看这三个字啊，那差不多对可能，我那差，我的三不当当，那差不多那差的。가게지송시야가뉴모베지요에네뉴모가가게요에세상롱근나사노차장은나사세상사회나사에배기뜨먹은나사데대소뉴모가베르즈고르보요에데뉴모가버디누구버디망메트리다사르미나사조르르마노바체네에데르다다나사총마니뉴모베지송시牛毛把它哈过，牛毛把它搞了，就哈过呢。所以，当时拿上一几万块钱，牛毛被追下去，来个三个月嘞。要不然打到三个月，要不然上一些啥子，那就是三个月嘞。那就是三个月，来匆匆就是牛毛三个月，就是肉肉嘛嘞，生不得嘞，三个月嘞。但是没有毛钱的这里，上五十斤的用用的这里没有毛钱的，来起码三个月嘞，别呢。不能够在中东这不能就把收入跌到我上了之后，不能三个月的别人下不去把单子来，下去这边的牛毛把钱牛毛把样哈过上，牛毛把钱就把单哈上上的，等于当前牛毛被买去把药买的，这个牛毛把钱从这里，这都是从来做来把人拉了马路啊，当前但牛毛被主要的买去把那买了什么？牛毛上了当，那啥牛毛被主要的，所以那啥都给三个月一下批发那些的上了，这那啥的你怕怕着我们，麻了那啥都上的呢，这那啥的切了倒不着我的，那啥没了那啥我上的呢，俺吃了那啥都没了，这那啥没肉有的，俺们咱们领们那啥有的，俺没有的，接娃吃娃拿娃搞娃，那时候咱们领没有的吃不吃亏有的，那这些的。谁要有买是跌到我上不上？下家去不上，你把来三个月的上不到。你能把那这样有的这拉着这，那去吃了怕当的这，你干嘛上江州要的？那时候没有房呢，等于吃了的这住茅房，等于我说这里不忙活，哪用我的？吃不了当的这，那他没完着过的，要吃那个那这的那个有的，跌到我要来去。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先想一下
烦恼，疾病怎么来的，其实跟过去的烦恼是息息相关的。按照藏医的道理，烦恼跟我们的贪欲、嗔恨、愚痴都是有关的。我们的贪心会导致自己的呼吸道的疾病，然后我们的嗔心呢会导致体内的燥热，就是身体的寒热、寒凉或者是燥热是跟嗔心是相关的。再来是我们的内分泌，还有我们的体内的这些这个肝胆的作用呢，是跟愚痴是有关系的。所以按照藏医的观点的话，烦恼跟疾病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所以它是疾病的起因。但是我们在得病了以后，应该要想的是，如果我今天一直把专注力放在疾病上面的话，那只会让疾病更加严重。如果这个疾病能够康复的话，那这个康复只是早晚的问题。如果不能康复的话，我们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它的话，反倒能够强化，能够修炼我的心。所以疾病不是坏事，如果能够康复的话，那个也是我自己的业；不能够康复的话，它能够训练我的心。我们在佛教里面称人的生命可以去做内心修持的生命状态，叫做暇满，就是有闲暇而圆满的人的生命，这是佛教的术语。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优点之一就在于能够以小的成本来换大的利益。这个小成本换大的利益，就好像说你今天投资的这个本金是很少的，最后能够换得很大的利益，或者是今天只是小小一块黄金，它也有非常高的价值，因为它本身是黄金的缘故。所谓的具足闲暇能够修持以及圆满条件的这个人的生命，它的重要就是在于，如果今天生病，它也有很多的好处。就像是你今天得病了以后，你需要接受手术的痛苦，这个痛苦是必经之恶，你经过这个手术以后会换来可能是康复，可能是转好的契机，所以它是必经之恶。那这个中间以这个小小的代价能够换来后来的好处，这个就是人的生命当中疾病的价值。所以在得病以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启发，比方认识烦恼，比方减轻烦恼，比方净化烦恼，晓得烦恼都源自于痛苦，这个就是疾病的好处。而且呢，重要的，你越是不去管自己罹患疾病这件事情，越能够晓得这个疾病跟烦恼是息息相关的，我越能够解决烦恼，那这个疾病呢才会远离自己越远。如果你越是强化自己得病的事实，一直想哦我生病了，那么疾病真正会被你强化的。乃至于有些人的他本来是健康的，但是医生误诊了，跟他说他得了什么严重的疾病，他因为一直向内去想，自己心里面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哦我是一个病人，我生病了，所以他本来没病的人可能都因为这样的自我暗示而导致疾病了。如果你能够接受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血肉之躯，生老病死是生命的无常，这个是无法改变的，是正常的，你能够去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的话，你的心就会更加的扩大，而且透过这样的扩大，你能够拥抱我的疾病是过去的业的结果，那你就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思考来解决业。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佛教徒的话，你可以用观想，你可以用去想着佛菩萨来转变你的心，让你的心向外。比方说我常常建议弟子们呢，当你心里面郁闷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像想着外面有一尊至尊度母，绿度母，你可以想着它，让你心是往外的，不要一直心往内，一直想着自己疾病有疾病，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自己的心一直困在疾病当中。这干的那么干的抓人就不就给我了，你马上他那个就叫你马上开始我就现在是个马里现在是个马里如果你不让我做到了现在说我的感觉现在上帝的苦就过了上帝有那么的电通的往上去的浪头过来浪头过来上帝没拿定的这里拿定的感觉通过来这个这个的马杀着我要的没多少我的那这个的多么多是当然的已经没有没人过上来了上帝有过来上帝有的这里然后那个浪头过来上帝的下面落着我的边是不是我要的上帝可能落过我是哦，但是呢，咱们平和，咱们平和，那老是，可是我是，对，
那么那他一般嘛，我有的对面那里他，然后去了快那，说是工作，可能工作就完了，这一年，这一年这里大有那感觉，大的有些经常往我有的，现在经常为了他的这里大的从中国来的。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罹患了疾病，这个是生命攸关的疾病，这时候你更需要想一件事情，就是死亡。你一定要能够接受死亡，你不要一直去想到底会死还不会死。正是因为你得了生死攸关的疾病，你才要确定死亡，要把死亡当成是眼前必须面对的课题。而且你应该想的是，我既然一定要死的话，死是什么呢？死是身体的幻灭，而不是心的幻灭。心不会幻灭，它会一直延续下去。身体会转变，你会有另外一个身体，就好像是今天这台车开旧了，换另外一台车，如此而已。转变的是心，那你要，转变的是身体，那你能够带走会延续的是你的心的那个相续性，那个连续性会不断的延续下去。那么，当你的心是不断的随着生命的流转，它会一直往下走的时候，能够真正带走的是什么呢？真正能够带走的是慈心跟悲心的价值，它是你能够操之在己的。反倒是你一直非常珍贵，视为非常珍贵的自我，那个是虚妄的，那个就像是将来痛苦的种子一样，那个不是实在的东西。你没办法把你的自我真的把它带着走，你这一生非常珍爱的这个自我并不会随着你的生命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因为这个自我所造成的那个罪恶的种子，比方说会导致你将来可能变成一只动物的那个种子，那个心态是会随着你的心走，但你所珍爱着的自我的身体是不会随着你自己走的。所以认识到真正能够带走的价值，能够操之在己的，实际上是运用今生人的性命而去承办，去造就慈心跟悲心。你这样子想的话，你心会非常的开朗，会非常的清明。然后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罹患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你唯一需要思考的就是，既然要死，我要带着慈悲心走；既然要死，我一定要带着利他心走。当然，这些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是佛教给予的方法，是朝这方面讲的。您若是信仰其他宗教的话，您也可以按照其他宗教的建议，比方说像您所信仰的神去做祈祷，那这些都是可行的。总而言之，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不要忌讳死亡，而且应该要晓得的是，如同刚刚所讲的，恐惧心主要来自于自我中心，你的自我中心越强，你的恐惧感会越强的。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延伸上面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亲人的死亡？人说说给爸妈当兵家的时候，希望对方能说给生爸了，等你这岁嘛多吧，特别是等你上面当兵了，得做一个那点感觉是结果啥？说说爸妈比较小的点三岁，我这三岁咋结果的？这三岁还叫匆匆的？你是东北那种干的，你啥也没不浪了的，啥也没不浪了。爸爸妈妈就直接用嘛的，有没干过说前面就下过呢？哦，咋咋地那么的？我说呢，你明年我去了嘛？说哪个哪个哪个那就出来了的，这倒下过。爸爸妈妈就直接用嘛的，上了这里面生的，哪个人都差不多了，干这里这里，咋上这里便宜的？我说咱东西哪里做了药嘞？哪里做了药嘛着嘞？啥弄着嘞？这这上这几了，等于老张可是吃准药嘞，怕病呢？上这过嘞，上这等于这那个上这个就进了，这进了把没进来就进了，然后哪里医药嘛？这这里这没得便宜药嘞，这不是那个泡沫吃的，这那么慢一点，然后可说那个泡沫嘛，就把吃掉药嘛嘞，三八七五，这我们同龄的这里了。三八七五个便宜了嘞，便宜了嘛的，七八个都便宜了。然后爸妈基本上就是没到这里，吃吃嘛就落了。这样他干不了，也接着三八七五个嘞，三八七五个等于没便宜了嘞，怕啥呢？当我们关心我们的亲友的时候，最重要、最能够帮助他们的，实际上是广大的、没有偏私的爱。这个爱能够给他们的帮助是最大的。当然，亲友的死亡会让我们忧伤，那是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爱当然也是很好、很重要。
只是这个爱从范围来讲它过于狭隘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不管是从佛教所讲的逻辑或者是佛教的科学来谈的话，从有前后世的概念来说，所有的众生理论上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因为无限的过去生的缘故，所以所有众生都做过自己的父母，所以自己跟他们是跟所有众生本来都有亲子关系，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种好像就大家都是一家人的这种同理感，这种感觉会让我们去除跟他人的隔阂，让我们的心不会只锁在自己人，只锁在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友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他人慈悲，对他人怀着爱，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爱的范围可以更广，当它更广的时候，效益是更大的。如同刚刚所讲的，我们执着于对亲人去世的忧伤，这个忧伤的根本来源，这个痛苦的感受根本来源，还是因为我们非常在意自我，因为他是我自己的亲友。这个执着心造成了我的苦恼非常的强，那解决的，如同刚刚所讲的，解决自我中心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慈心跟悲心，它能够让我们的心更宽、更宽而更没有偏私的、更没有选择性的去对别人产生慈心跟悲心。比方说，我们可以想着慈心跟悲心的代表观世音菩萨，如果信仰佛教的话，可以想观世音菩萨。也想阿弥陀佛，然后懂得自己跟他人其实是没有绝对的分隔性的，就在佛教里面叫做自他不二。不管你今天信不信仰宗教，你都其实都可以去仔细思考一下，所有的生命跟我们都好像有亲子关系，他们曾经都做过自己的父母。从这一点去思考的话，我们绝对有理由以没有条件的悲心，在佛教里面叫做无量的悲心，或者没有条件的慈心，就是无限的关怀去对待他们，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当你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那个慈爱的力量是很大，就能够战胜忧苦。就好像今天你要滋养一株干枯的植物，给它一滴水，那个也是水，可是很快，因为它是只有一滴水，它很快就干掉。可是你今天如果给它大量的水的话，那个就可以保证它能够持续的得到滋润。所以你今天的对于自己亲友的那个爱，它是爱，可是它就像一滴水一样，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拔掉了那个自我的想法，把自他中心的这个框架当中跳脱出来，你想的是所有众生都是我的父母，我对所有众生都应该有慈爱，那这个所有众生当中就有你的亲友，他们会得到的利益是更大的，那个不是一滴水的爱。今天讲到那个前世今生啊，那我就想到这个我们藏传佛教有这种转世的佛果，那这是不是代表说每个人也通通都会转世，都会有前世今生？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全世界的那个人类的数量它一直在成长，那么这些转世是从哪来？然后再来就是说刚刚讲到说人会转成动物，那表示说动物或者是植物也会转成人，那这样子的话全球整个地球它的生物数量越来越多，那么这里面的转化啦，是不是人多了其他生物就变少，然后其他生物变多了就人变少啊，那这种情况就是让我觉得很困惑。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刚讲说前面的这个慈悲心可以留下来，可是自我不能够留下来，那这个前世今生又怎么去找到当初的他或他啊，那或者是某某人哈，某年某月某时啊，某某人变成什么人哈，或变成什么动物，这是怎么样子去找出来的问题。好，谢谢。대신가서나바산지바기다루라상을당나지니코아리루스야되니니양내양도니니지와랭글과그냥가서단단미리된랜니지마대양시나되니같이두루리리된양대랜시글과가디스바는가서잠불링기그냥미동추유바유等你米同学啥子月吧有了，你那样同学忙不有了。等你
原来的你米草帽的你读书的你叫人那的你米给米给张卡的你牛肉做给你买的呗上个月上个月对对没让你那我写的读给你多少今年中央日报的你可得是把我们说打死了的我们呢今年放了良心没办法呢我说住不死了的我说可真是我我真读给人对对可能打有嘛了对我真解散的可能没多今年本来我说的你啊，看那个北京那边的啊，诸葛亮说的有了，诸葛亮说的我们是解放的，我们是了，那我们就是。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多半的做的，别那波波冲冲一样的，或者看了的呢，啊，上级当的呢，写了有关的，我都感觉好过了，哇，别那有这种感觉是吧？对，那个是长久被叫长生的人，他叫你我嘛，我们在罗的。别人说他们用咋不那个米卡西忙呢做汤这个说他是有买的做汤这个说他不买的上了当了你要是能从这的经营的人家说他有的说他穷穷的这把一家旅行的话都没他们说这个叫做他的那些我是土货呢说他吃嘛不要的通过嘛那一上过嘛说他长没白要的这是给所以那么多地里，你旅上面，在那边做很多电动车、路由的，长期功能上面，晒得没好像运用，好像运用，它没特别没那个，哈过这当中一个，说不定得下过的，肯定你没得咋子不下过的，当中一个嘛是呢，你没得咋子不能咋子他他妈那么听你过来垃圾家，那咱们那个这么直接，马上家里没事。这个有了，这没很多人上去不，没人咋去不，突然就没。我这个是吧的，他的没去那上帝去成功了，没看见上帝去不了，上帝去不了，谁让去不了的？上帝去不去，谁让去不去？这上去这个上帝去去完，还讲上帝去不了上帝那边吧？还讲上帝去不是上帝的，才没法子。这里等于上帝叫他们去了，这些大地里拉九个龙王坐的，大地在我写后，你每个人的上帝希望是写了表的，上帝的呢，这他那里如果咱们接受了，我们就接到咱们这有的，我们就接到咱们的，我们的啥时候什么中国人能打上的，我们就买接那样，没得兄弟呢，让你们这里写了表吧，直接有个枪的。没看见没吃过长肉的，你要看那没长毛的，没看见让个看说什么药嘛的，错了错了，没看见人家冬天吃过，没人没吃过嘛的，你这没吃萝卜吃过呢，让身体吃过嘛的，看你上天吃过的，下吃过的，下吃过的就人家家吃过些什么药的，那我呢没有头发的，你这该我们心里有了吧，让错他们的也有的，这东西他下到上天吃中国。七八年没去了，第七八年放了我嘞。这个七八年上第七八下七八年，第三年他这个年纪了我嘞，升级七八年，升级又升大，三年又升了，这个不是没升七八年呢，下去怎么了？别他大理了嘛呢？大不了给他写个药嘞，大理嘛没嘞，人家供下大年纪，这些没他们搞药嘞，这啥嘞？没可惜的呢，让个出二楼出个嘛的，七八年。上帝喜了，今天这里这个地方的弄了上帝喜了，我们进过来的。这开心的，开心的哈，我要摸着母亲他们这都要有的。人呢，开心这个母亲嘛，我怎么过来？开心的也不嘛，但是这个人呢，上帝喜了，人家坐车从我家里过，我过这个嘛了，人家接我了，这个人家接我嘛了。这那过了上帝，人家开心的，那我们也怎么这么着的吃皮了的？我们上这些地点上面住过那个药的。那首先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生命流转这件事情。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教学，就是在强调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它里面会透过人跟动物的比例，还有为什么你会身为人的因，还有用一些譬喻，做三方面来谈这个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就是人跟动物的比例，我们现在可能认为人很多呢，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人都转变成动物，人的数量就减少。我们第一就是说，这时候您仔细想一想下面这个可行性，而且下面这个
譬喻哦，比方说我们认为人再多，您有看过白蚁窝吗？白蚁窝，一个白蚁窝，小小地方的白蚁窝，它的白蚁的数量可能就是整个人，整个地球的人那么多，所以人的数量跟其他动物的数量，那个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佛教里面常常用非常极端的譬喻来说明人为什么珍贵，是因为跟动物比起来，它的数量实在是太悬殊了。光是跟动物就是非常悬殊，不要说佛教的其他的价值观里面所讲其他的生命。比方说以我们的人体来说，大家都晓得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微生物，那我们用万来做单位都还算少的。那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笼统的自我，可是认为这只是一个生命，可是实际上里面有数以万、数以亿计的生命在里面。那因为大家的福德的力量不同，暂时的生命形态不同，仅此差别仅此在而已。在佛教观念认为，你生命你身体里面的微生物那些小虫，跟你的本性，就是你追求快乐，然后最终能够成佛那个本性是没有丝毫的差别的。只是因为过去所自己的烦恼的强弱，导致了你的福德的强弱，所以生命形态是有差别，只是这个外在的生命形态有所差异。所以在佛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人生的价值，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从这个角度去讲，不要跟人家冲突啊，不要浪费今生啊，但是不要选择自尽这一方面，这个是佛教的教育。所以它主要是从其实人的数量跟动物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就是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转世这件事情，转世它可以分为两件事来说。在藏文里面，转世称为化身，它是佛陀三个层面当中一个可见的层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大的智慧跟大的慈悲心，这样子的人叫做佛陀的化身。也就是说，他符合这个条件，他叫做化身；他不符合的话就不算。活佛是我们讲的一种制度，但所以真正的化身指的就是一个拥有广大的智慧，真正利他的人，真正懂得利他的人叫做拥有广大的智慧，这样子的人叫做佛陀的化身。当然佛陀还有所谓法身、报身跟现在所讲的化身这个层次，那个是佛教的概念了，只是跟您解释。所以转世呢，转世活佛指的是那个有智慧的人。那么怎么样认证呢？其实认证它是这是一种制度，它需要认证，它可以认证，它也可以不需要认证。一个真正的菩萨，就是所谓菩萨，就是刚刚所定义的真正有智慧跟悲心的人，他不需要人家认定他是一个什么身份，他仍然会产生对国家、对所有的人民的帮助。就是说，我们的长相可能不同，那我们的心可能都有可能是有智慧的，都有可能是有悲心的，这一点是共同，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基准点。所以有这样子的人格特质的，就是佛陀的化身，他不必要被认证。当然，如果像是就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最家喻户晓的活佛或者是佛陀的化身，就是达赖喇嘛，他被认为是智慧跟悲心的展现，所以大家尊敬他。那么当然，在认证上面，你可以像是打卦这些，有一些上师他们会做一些方法来认定某一个活佛。可是最终还是要看这一个孩子他将来能不能够培养出利他的特质，他能不能够培养出真正的智慧。如果能，他就符合这个位置，他就符合这个身份。如果不行，你给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不能够发挥那个效益。这个是如姐的回答。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去认定谁是谁。如姐就是有这个方法是有的，他们可以用打卦的等等方法，对的。本来的呢，我是指一般的，不是指我。本来的呢，某人给的呢，就像我妈的呢，旅店开了月面，就像姐妈给旅店开了月面的，你们之前那有那个事？我低头到大家，出手打过来，出手前面对呢，他妈也不这个，上帝有了下个了，上帝下个了，啊，杨家就没人给我嘞。这上帝是讲没人打的，没人呢，他妈那不这下个又没把他手机。就落了落了嘞，就落了落了，这里血染气啊，就这儿就把它落了嘞。这趟就落啊，臭的，油门臭的，咖喱臭起来就往这儿嘞。你们这给这三百两重的，现在给这个人就落了嘞。这就猪狗去吧的，鱼如果裂开了嘛，裂的啥嘛，炒肉嘞，这个罗马这个裂开了，你看晓得我的本事，他都上去就把的。他都一样嘛，他都他妈这个人，你们这个嘞，这枪子前面出的，哦，那我们啥子也不要，哦，也过得去。但两把没去办学没，他妈也不差不多，就啥有人家这家的，对。其实
仁波切所谈的是说，所有的人，你从化身的角度来讲，它都是某个东西的化身。什么的化身呢？你的六种烦恼，六种类型的烦恼的化身。然后烦恼的强弱，或者说你的福德的强弱，去决定了你的形象。那如果完全没有烦恼的话，那个是究竟真实的化身，那个就是佛陀。那如果说你要知道自己的前后世是什么的话，完全是看自己的心的状态。而且所谓的化身这种事情，它不是固定不变，就像是冰块融化，它融化一点点，它可能待会又，它可能等一下会结冰的。只有当它完全融化的时候，才叫做没有冰块。所以化身也是这个样子的，它不会一直都是那个状态，除非它是真正的佛陀，那就那个化身是另当别论。一般我们所讲的化身或者是转世，这些它都还是有自己要处理的。我们跟他们没有根本性的差别，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六种烦恼的展现。你要知道自己，比方说你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样，比方说以来世来讲啊，你要知道来世会怎么样。如果你可以肯定我今生是有慈心的，我关怀他人，我是有智慧的，你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你将来下一辈子可以获得再获得人的生命。可是如果你是罔顾他人的利益的，你是不去想，你是对他人是没有慈悲心的，然后总是嗔恨别人的话，你可以预料的，就是来被下一生有可能就变成动物。如果很强的嗔心，可能变成一只蝎子，诸如此类。在佛教里面说的，所谓的那个因果的关系，是刹那刹那之间心里面变化的那个结果。所以你心里怎么变化，造成了你的生命形态。这个就是所谓的化身，真正的化身的关系，就是凡六种烦恼对应六种化身。所以广义来说，人们就总是这样讲。广义来说，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都是化身。这种是一个顺从这样的概念，还是就是在就是一个顺从这样的概念啊，或者是说在那个有什么重要的一些特性，或者去有点像考试这样子，它是不是有什么分科啦，那个有什么评量啊？类似这样子的。前两天我说七杠杠我来往对讲嘛，你啊孙，你我都使用对讲啦，就是孙男刚才有没的，你父母呢？就是你拉孙男月，啊，你拉就是你爸月，就是你啊养鸡给贴完的，你上楼当的，他你做啥地嘞？做啥地嘞？就是地着地嘞，还是？对，他当时两个车子车大，一个大头嘛，一个大头嘛，两个车子车大也搞完了。나이마대바를해마오상바들일상뛰어도와니코끼는되니마랑문도도대도도요래죽고니코끼는좀마랑문내가제동이대도나피살동이나피고죽고대미적마타바지니가과뛰기죽인줄봐네나피죽고대바도라고요래대지눈에초와뛰고뛰잖아명제들봐대죽요말이초와미신들이나피뛰기죽어요래눈이뛰고안정하죽어요래这是六界逃脱的这样看法，就我查了那里查得了的。您讲的这个分配啊，其实它没有一个普遍性，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你讲的分配的管道，就后面的路啊，其实都是独特的，就像你的梦一样。我们就说不用去管别人他是不是那个分配的路，你自己的话，完全是你自己心会决定你将来的路。因为死亡的以后的景象，就像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身体就在这个地方，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心可能会随着你的烦恼，随着你的内心的倾向，它就产生了后面的景象，后面的剧情，那都是从你的心来的。死亡以后也是一样的，你烦恼会决定你的去处。那死亡以后，你的身体跟心是分离的，所以但是其他的感官包括了你的想法啊，你的那个整体概念啊，这些东西都存在，唯一不存在的就是身体。你没有个可以支配的身体，你的自我感仍然存在，所以你会一直去寻找一个可以跟你匹配的那个身体，那个是你在死后的感觉。然后在你还没找到之前，你都会有一种不确定性，那种不确定性会给你带来恐惧啊，或者带来这个带来压力。那个是指你所谓的后面的分配。那当然它的取决还跟你前面的你所造的福德跟你的业是有关系的。可是时间上，我们最后一个好稍微控制一下，有点迟的呢。这么他妈的。上师还有大家好，我有两个问题啊，其中我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出家人他们有吃素，可是一般人就不一定吃素，可能吃荤。那吃荤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就是说慈悲心，然后导致他智慧的降低？那是不是会造成他的业力？好，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像台湾有一些佛寺，他们有做那个水路啊，水忏什么法会啊之类的哈。那基本上出发点可能是他觉得是要做功德，或者是说他之前有做过什么样他觉得不是很好的事情或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然后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法会去做一些补他的功德？那这个对于来世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谢谢。无论是只要你有了，只要当过了，那就他就是把那个下沙鱼人呐，下沙人呐，给你然后说说给讲解当的那些了，给你穷的多给你，给你地边来撒给你白撒。哎，撒了不嘞？下撒了不嘞？大大来了过来的，大大下撒呀的，这样嘛，车水大爬撒了的，再过来讲讲爬撒车撒，这就过来讲的呢，变成叫做伢吃饭不中了，这呢。说说来个啥个的，看到我们的啥个，这过来样子的家的，这了等于上这些，那里下山的下的山的人，我这呢，你喝了的运气多嘞，这这了等于讲说，啊，我山的我这着我，到了讲说，都是我的运气，说说了等于吧，没吧，样子啥的过来讲我的，这着我的，这看着嘛，总是呢，这里样子啥，大大爬山嘛，或者啥过来讲多多，我都喝了多多多嘞。等下，只要你报了，等下，台湾人，台湾跟南边，同时，老蒋把的说，杨等下内政着急起，等下连下了，等下苏当下着急，等下地上就流所有，工作了等下，开始呢，苏当天当内政前跟的，等于说，然后说给苏南沙亚的局，等下这边等下，连下不论的沙亚的，他们的杨大华这边是。네대형도뭐삼재가삼재를내가래대군이패를세무진나세무들어삼재를내가래바로그세무삼재고소대화차대를해난그삼재지금팽개요래대가래지나들이고소대깝들었더니문에대템터고요고소대저삼재치워먹었고요래오다참뭐밥만먹으면세무탐지를먹고삼재지나들이들이팽개요래您的这个问题先回答 吃肉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先回答说吃肉其实它也不是一概而论的，我们今天吃的肉其实跟过去命债还是有关系的，过去生可能是他吃你现在吃，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吃肉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如果说你今天认识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不是刻意的，这边讲说你不是刻意要吃，而是说今天表示以鱼来讲，渔夫已经补上来了，上到你面前的这个鱼跟你肯定是过去有这个恶性循环的因缘，所以你会它会变成你的盘中孙，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心里面想的是我要解决我要结束这个恶性循环，我为它做超度，我念咒语啊，比方说祈祷诸佛菩萨让它能够获得帮助，你用慈心跟悲心去对待眼前那个被杀的动物的话，那你们之间的那个负面的连结的那个循环会被解开，那这样的话将来就不需要再有这个循环下去，所以这样子吃肉不见得是坏事，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没你是一种放纵的想法，就反正就只是吃，那是另当那是另外一件事，那是那个循环并不会结束，所以这是针对您的吃肉的这个问题。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水路这些修法有没有帮助，主要取决于做的人他有没有慈心悲心，而如果真正有利他的想法，要帮助那个那些不可见的有无形的众生的话，确实这个利他心造成了你跟那些人的良性的连接，那个良性连接可以造成帮助。所以，如果你的心是更广的，没有只是想到要解决自己的冤债，更广的想要帮助这些众生的话，那个确实对自他都有帮助的。那个上这个有机的，说穿了卡拉这呢，羊肉没扎到，你把这把来这里。他们好像那套可以了嘞，但是上班起步呢，我上班爬妈妈的吧，要么的起步呢，这里到起步，这电灯工作，刚才没法吃那个嘞，这上次匆匆的，这里电马他都不让开了，这里要说开始那个大包，这里没有他那个。
那么如果说你真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不是法会，你真正是有慈心悲心对待生命的时候，哪怕你只是提供一只动物食物，对他来说都有真实的利益。然后或者说像在一些火仪式里面，他们可能拿食物去火里面烧，可你的心想法如果真的是为了那些无形众生无形的众生有帮助的话，那这样子做也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们。因为就如同前面的分析，所有众生在过去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你若秉持着这样的关系帮助到他们的话，什么样的形式都